跟大家介绍一款在会议使用上最方便的无线投影器材 QuattroPod。 首先可以看到的是 QuattroPod 的投影画面，那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如何使用 PC 做投影连接。可以看到这里是 QuattroPod 的 T 叉，那首先将 T 叉后面的 USB 做供电，连接上电脑的 USB 孔，再接上电脑的 HDMI 孔，机器呈现红灯闪烁，代表连接中。当机器呈现红灯全亮的时候，按下即可投影。现在来试播一段 YouTube 的影片。